咱这个计划想要甲囡仔讲，爱予伊去，大概迄个趁钱甲消费的过程中，伊会当甲伊的遮经验内化到伊的内心，这是一个自由的时刻。吼、哦，你要啥，你家己选。咱拢袂去甲你过问，啊，毋过你爱为家己的行为甲你的选择负责。台湾新眼界，文化新台湾，拜一暗时10点，伫公司台语台。